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，不容任何外来干涉。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，只能由中国人来决定，也只能由中国人说了算。台湾问题的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尽管两岸尚未统一，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改变。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，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。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，美方应当采取切实措施，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将美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体现在具体行动上，停止武装台湾，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，正告赖清德当局，买武器买不来安全，只会让台湾更加的兵凶战危。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干涉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大事，动摇不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、完成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。